好高的女孩。哇，你好。你好，四位评审老师好，大家好。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李霞，来自广州，今年28岁，我是一名模特儿歌手。哦，你今天打扮非常的特别，你要给我们表演什么呢？我要为大家带来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请开始。好。时光穿梭，流星的沙漠，音乐澎湃，动力来附和，把十八键唱出我的心窝。刘烨，梦给他，等于梦丢了欢喜，等于将心灵也锁住，同苦痛一起。从来只有他可以令我欣赏。自己更能让我去用爱，将一切平凡事变得美丽。还有好多烟火。Everybody say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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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Everybody ho na.谢谢谢谢谢谢。你是今天我到目前为止看的最有趣的表演，实在是一开始不知道你要表演什么耶。好的，距离你的梦想之路呢要有三个 yes 才行，我们给最公正的刘烨先来。虽然我很喜欢脱衣服的这种形式啊，但是因为你讲歌手，所以我对你的歌声有期待，但是我觉得作为歌手来讲，我觉得还差很多。No， 伟忠哥，我觉得你勇气可嘉，我可能在勇气方面我给你个 yes， 好吧？谢老师，谢谢。然后我其实我觉得我感觉到你强烈的想要成功的欲望，可是你刚刚的表演让我有一种，还没有未成品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没到你最好的时候，这一次我要给你 no， 对不起，赵薇。觉得你在台下的准备是不够的，所以我必须给你一个鼓励的 no，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期待能在别的舞台上看到你大放光彩。是，谢谢。希望你把脱掉的一件件穿回来。好，好，谢谢。家里人都来了，妈妈还有我的好朋友，那你一定会成功。谢谢，祝你好运，好，加油。Hello Hello Hello， 四位评审好。你好，欢迎来到达人秀的舞台，跟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张杰莹，今年22岁，我是从香港来的。香港的朋友啊，对，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今天要做什么表演呢？我今天要唱歌。我是一个唱歌的女孩，然后在香港就会在街头上面唱歌。这位是我妈妈，
因为就是单亲家庭，就是妈妈一个人带大我和哥哥两个人，所以就18岁就出来工作了。我记得他喜欢唱歌，但是他收入不稳定，我自己一个人能力有限，妈�妈要打3份工吧，很辛苦，然后妈妈也很担心，就是女儿给家里的钱也不是多，也很小，但是唱歌真的对我来说是很重要，所以我就想再试一次，然后啊，有这次机会的时候，我就很想让妈妈，我可以说是为我骄傲吧。没事。好，开始你的表演。谢谢。And it's bringing me out to die. Finally, I can see you crystal clear. Go ahead and sell me out, and I'll lay your sheet of bear. The scars of love remind me of us. They keep me thinking that we almost had it all. The scars of love, they leave me breathless. I can't help feeling we could have been.谢谢谢谢。看来所有的人都喜欢他的表演。哇塞，谢谢你的声音非常的灵魂呢。谢谢你。你是混血儿吗？不是，我是中国人。就很少中国人有这样子的声音。有唱片公司找过你吗？有，我拒绝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我减肥。哦。我不想说是一个歌手，我是一个唱歌的人。嗯哼。花了很多时间在香港的街头上面唱歌，因为我很享受那种行人停下来在我跟前，就真的是因为欣赏我的声音而停下来。不认识我没关系，不认得我的样子没关系，但是请记住我的声音，谢谢。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来到达人秀？让我妈妈开心，因为妈妈一个人带大我跟哥哥两个小孩，然后我比较任性的去唱歌去做音乐，其实妈妈很担心。我想让她看到我在这个舞台上，她会感到骄傲。哇，所以刚刚大家为你打拍子鼓掌，
他都看到了吗？他在哪里？妈妈是不是有在现场？有妈妈在旁边。妈妈好。哎呦，妈妈你好啊。大家好。我有看着他在这个地方表演，我还没有看过。真的？这么大的地方，电视台我要看看。谢谢。其实我觉得你女儿的声音有力量，有 power， 然后好像天生应该开演唱会的这种嗓子，我觉得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我想问妈妈，女儿在大舞台上唱歌，你看到的心情是怎么样？很感动。你有没有跟女儿讲过说你唱歌我很感动？没有说过。以前我是跟她说，差不多妈，一般呢都是这样。都今天她说就是很胖啊，我很感动，谢谢。你看，你说你的女儿唱歌会让你感动，你看你女儿有多开心。我还没有第一次对她这样说。我想问妈妈最后一个问题，你应该也知道，在香港要发展音乐，做个歌手，未来会很辛苦。我知道。所以就是不管她做怎么样的决定，没你都会支持她，都一样。所以我现在都工作，他们就可以教助自己。谢谢你。好，我们现在要给分了。我们一直在寻找适合这个舞台的达人，那就是你。Yes， 谢谢。刘烨，我觉得你是我见过这么多天最有力量的一个人。你说唱片公司想让你减肥，我告诉你，我是因为你胖胖的才喜欢你的。Yes， 我不会减肥的。谢谢。赵薇，来大陆发展吧。给你一个 Yes。来大陆发展，有时候到台湾参加一下星光大道 PK 一下吧。我觉得你应该有舞台。 Yes， 恭喜你得到了四个 Yes， 你成功了。